好，接下来呢，选项 A 不用算，选项 B 不用算，选项 C 要算，选项 D 应该也要算，来，如何？12秒到18秒 ，VT 图是平的，平的代表什么意思？等速度运动，所以选项 B 是错的。然后 A、C 输，那我再问你，答案是猪。我等下再问你，答案是猪。好，来，答案猪。来，请问，第一个问题，他讲了什么？距离、速度加速度啊，都变大，都变小那个，请问他怎么变？第二个问题。0到12秒的平均加速怎么弄？然后怎么算平均速度？第一个问题问：0到12秒，速度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；距离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近；加速度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。你告诉我，看图啊，0到12秒，这刚才问过，类似你刚才问过了。啊，停车站接问，可爱的。21号，起来，速度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，加速度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，位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。你又对着我微笑，我不要你对我微笑了。那我就问你，傻笑，回眸一下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，我没颜色，我快被你气疯了。坦白啊，我以前喜欢那个相对无，我以前喜欢那个相对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叫起来啥都不会，就只好哭泣、啊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里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正西窗。你的答案，速度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大，加速度，加速度不变，位移，越来越大，请坐。加速度不变，所以他说都变大是错的。这是一条斜直线，做什么运动？等加速度运动，不变，不用算，看就会。你会看吗？来，下一个，来，平均速度多少？简单计算啊。21，起来。21，起来。微笑挥手，挥手哥，笑哥，笑哥。平均速度多少？这前面讲了 N 遍了啦。哇，你真的要我相对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坐。Delta T Delta V 计时开始，速度多少？计时结束，速度多少？0到12秒计时零速度，计时12秒速度20，零秒的时候15，12秒是20，所以上面20减5，下面12减0，这种超级恐怖的数学，有小学4年级的程度啊！1.25，来，最后一个选项说平均速度，来，你先不要告诉我答案，你只要告诉我做法就好了。什么方法可以算平均速度？你只要告诉我方法就可以了。什么方法要算？就是谁跟谁加，谁跟谁减，谁跟谁乘，谁跟谁除，会得到平均速度。你告诉我这样就好了。帅哥，三号，不会啊，完蛋了。基本定义啊，位移除以时间啊，
平时位移出行就是啊，啊，问题是有位移吗？没有啊，那怎么求位移？我只要做法，我不要答案，你告诉我 BT 图上怎样去求位移？来，大家好，你们知道两个在旁边嘛？两个一站起来，两个都站起来，二一跟十，二一跟十二都站起来，都站起来，二一跟三都站起来，二一跟三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来。VT 图谁可以让我算位移？平均速度就是位移除以时间，时间有的长或少位移嘛。VT 图谁用谁来算位移？坐。你。你没答案吗？你都跟他一样。不会，你玩，你真的完蛋了，你这。谁就坐啊。这是这边有一个 你有不同的切法，你可以往横一切到上面一个梯形，下面一个长方形。我现在是把它分开，左边一个梯形，右边一个长方形。第一个位移上，你加那里乘以高除以二。第二个右边长方形，长乘以宽，加起来又总位移，然后呢再除以总时间，答案出来了，答案出来了。所以答案是没有十五公尺。你要会的教授，我到底要怎么求位移？面积，我怎么求加速度？直线那几个点？两个点，雅达 T， 雅达 V， 就这样。应该没这有什么那么困难吗？有人问题吧？没。